高血压的元凶或被揪出，不是食盐。劝告：平时能不吃就不吃。两亿人都有的病，好多人却不重视。据世卫组织发布的全球高血压报告中显示，高血压约影响了近全球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在过去三十年时间里，全球血压大于等于九十分之一百四十毫米或或正在服用降压药的人群翻了约一倍。 由一九九零年的六点五亿增加到了二零一九年的十三亿，其中约有半数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罹患高血压，约有五分之四的患者没有进行相关治疗。要知道，高血压是个会威胁全身健康的疾病，早期一般不会有明显症状，随着血压不断上升，会导致眼底出血渗出、中风、心梗以及心源性猝死等发生。 针对高血压的治疗，主要就是降低心脑肾血管并发症以及死亡风险。然而，相关数据报道，我国人群的高血压知晓率仅有百分之五十一点六。对此，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徐新教授表示，高血压并不是老年病，从三十五岁开始就要开始警惕高血压、高血糖以及高血脂问题。二得了高血压。 寿命是不是比普通人短？网络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一旦确诊高血压，至少预期寿命会减少二十年，这是真的吗？实际上，这个说法无从考证，说服力很有限。但是，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曾进行过一项研究，并将相关结果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其研究人员对一点九万名四十到六十九岁的公务员进行了研究。 共随访了四十年，结果发现，年满五十岁的男性如果同时有吸烟、高胆固醇以及高血压三个因素的话，平均寿命为七十三岁；没有这三个因素的，平均寿命为八十三岁。如若再加上糖尿病、肥胖因素的话，平均寿命会进一步下降到七十岁。都没有这些因素的受试者，预期寿命则为八十五岁。换言之， 吸烟、高胆固醇、高血压三个因素火会导致中年人的预期寿命缩短十年。那是不是说得了高血压就一定短寿？当然不是，不可否认高血压会一定程度影响寿命，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长期血压控制不良的患者身上。如果患者可以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有很大的可能性可以获得与常人无异的预期寿命。高血压是否会影响寿命，不取决于高血压本身，而是患者是否有积极治疗以及保持好的生活习惯。三、高血压的罪魁祸首竟是它，再不忌口就晚了。提到高血压诱因，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食盐摄入过多。然而，诱发高血压的不是盐本身，而是盐内的钠元素。 这是因为食盐中的钠离子在摄入过量时，会导致血液渗透压升高，血液容量增加，从而引发高血压。钠元素摄入过量的危害不容小觑，它不仅会导致血压升高，还可能引发左心室肥厚、全身小动脉病变，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心、脑、肾等重要组织的缺血、血管破裂和血栓形成，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 那么，除了食盐，还有哪些食物中隐藏着高量的钠呢？以下是四种隐形钠含量很高的食物，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一、乳酪，乳酪中的钠含量也不容忽视，每100克乳酪的钠含量可达到1700毫克，尤其是切片面包涂抹乳酪时，钠含量会进一步增加。二、果脯蜜饯，果脯蜜饯吃起来甜甜的。 内里有大量的糖分和钠元素，对于血压高的人来说十分不友好，日常一定要尽量少吃。三、快餐食品，路边摊的快餐美食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但路边摊的食物往往会添加大量的调味品，内里的钠含量很高，经常吃对健康很不利。四、腌制食品，香肠、熏肉。 腊肉等腌制食品中的钠含量更是惊人，仅仅二十克就可能含有约四百四十三毫克的钠。这类食物不仅钠含量高，还可能含有对健康不利的亚硝酸盐。高血压是一个威胁全身的疾病，对此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日常要定期体检，发现异常及时就医进行相关诊治。我们要想血管通透健康，每天补充它。 随着年纪的上升，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走下坡路。对于三十岁以上以及中老年群体来说，心脑血管的健康尤为重要。若你每天都在鸡鸭鱼肉大吃大喝、抽烟酗酒、熬夜发火的话，则会加速造成心脑血管问题发生，直接影响寿命长短。若想快速改变调理，可以每天补充辅宁通肽。 辅宁通肽中富含珍贵的银杏和地龙蛋白，这两种物质都被老中医亲切称为血管守护神。每天补充可以防止血管衰老，消除血管内长期沉积的垃圾，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发生的概率，降低血管压力和脂肪含量，恢复正常水平。长期补充辅宁通肽还可以改善因年纪增大而出现的血压高。 血糖高、血脂高以及各类血管问题，如经常出现的头晕、手麻、心悸、心慌、乏力、气短等表现，延缓血管老化，防止意外发生，安度中老年生活，儿女也能少操心。同时，生活饮食一定要清淡适量，不可整日油腻放纵饮食。同时，每天还需补充一定量的新鲜时蔬和水果，以及适度的运动量来维持。 所以，我们要怎样才能减少饮食中的反式脂肪酸？首先，我们能够降低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从自然食物中获取，比如鱼类、禽肉、豆类、坚果、水果，这些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食物。其次，减少食物中的反式酸含量，减少食物中的反式酸，比如选择低脂肪、低糖、低盐的食物，避免吃经过加工的食物。 比如油炸、烧烤、烘焙等。另外，我们也可以从食物的标签上知道食物中含有多少反式脂肪酸，并且尝试着去挑选那些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最好避雷三种食材。在医院工作时间久了，其实对于王大爷这种控制不住美食诱惑的患者已经屡见不鲜了。也许很多患者都会认为，小小的饮食对血压的影响并不严重。 但正是这种想法加速了危险的到来。要知道，高血压患者若不注重日常饮食的合理搭配，一定会存在提高突发心肌梗死的风险。因此，平衡膳食、科学选择食物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至关重要。生活中最好避来这三种常见食材：一、经过加工的肉类，例如许多年轻人喜欢的培根、腊肠等食材。 这些食品在加工过程中会添加了大量的钠，还可能含有亚硝酸盐等化学防腐剂。如果长期食用，或会增加患者的死亡风险。二、酒精，酒精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是存在血压波动风险的。摄入酒精后，不仅仅会使血压在短期内出现迅速下降的情况，还有可能使血压反弹性升高。 这种不良波动对血管健康极为不利。三生冷食物，许多高血压患者或许并没有过多在意生冷食物对于身体健康影响，但殊不知这种食材也是一大隐患。因为生冷食材会引起血管收缩，影响消化功能。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这可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总之，建议高血压患者应该注重整体的饮食平衡。 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如果想要尝试新鲜的食材，也可以定期咨询营养,养师或医生，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制定合适的饮食计划。